what's the trick? I wish I knew. I'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. Hi, 大家好，我是英特尔，欢迎大家观看最新一期实况足球2019的 My Club 联机视频。我们就是迎来了第五场啊，第四场没录啊，是因为第四场对手比较弱，所以赢了就不录了，就直接蹦到第五场了。看一下这场对手怎么样啊？连上，就是意大利的玩家吧，热那亚。哦，他就是最近也是五场胜了四场，看来挺牛的一位玩家，需要重视起来。好，进入比赛计划，我们看一下对面这个。前场有内马尔、梅西，哇，这是消费玩家吗？好牛啊！中场有毕达尔，后防左右边后卫稍微弱一点，就是他的前场特别的牛。先设置一下这个高级设置。高级指示，再盯下人。自动换人关闭，好，开始吧。好，各位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赛前的准备正在进行。热那亚。好，对方先开球。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，晴朗的天空。看一下这位意大利玩家，意大利玩家应该防守都不错。我擦，这上来这是穿了一个什么球？回敲了一个什么球？哇！危险危险危险！我操！刚一上来就玩这个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，够不着了。幸亏刚才他射门技术稍微不太好，所以没有打进，否则就要带着1-0的比分开始比赛了。进攻还是蛮犀利的，有点压力。怎么感觉这个延迟有点严重啊？这个球员反应这么迟钝。再打回去。跟这个前几场踢起来感觉不太一样了。好，左路上来了，森图里昂。再往前带。哎，我操我操我操！哎，按键怎么没反应啊？我操！这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我看这场感觉有点别扭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刚才按键没反应啊。好，接回来啊！哇，射得太正了。范迪克没有防住，知道你要内切，兄弟。还是那句话，500年前就看透了。啊，逼得好紧，靠！逼抢的好紧。底线漏给我了，哎呦！贴地横传没有形成威胁。哎呦，很骚嘛！又一路下底了，这套路。
就爱看这种，太好看了，再来一次呗。可以，这个高玩就是逼抢做的特别好。边线球，你要不碰的话，就是你的界外球了。格尔松，哎呦，操，被断了。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哎，任意球的机会，前场任意球的机会，看看交给谁来发呢？谁来罚呢？他们会怎么利用呢？热尔松是左脚，这个应该找个右脚将。那看一下范迪克吧，73的不是很高数值，试一下吧。怎么有点卡，怪怪的。最，哎，没什么危险。很难受这种，联机最怕这种情况了。就感觉对面没什么影响，然后我就延迟很大，这种感觉不舒服，踢起来不流畅，就这种感觉。好，右路传中，哎呀，一刀有点小。内马尔，尼克读懂了对手的想法。我操，有点卡了，我操。我操！什么情况？